撞衫了吧？负责的公关解释，这套价值35万的礼服是全智贤自己挑的，想摸走伸展台穿同样款式，早就得到他的同意。虽然短短露脸不到一小时，但一路上笑脸迎人，或许就是这样的高 EQ， 让全智贤从韩剧《来自星星的你》之后，在韩国人气居高不下，连续3个月网友票选好感度都是蝉联冠军，女神魅力持续发烧。东南新闻陈怡、陈鸿怡在台。